所以，为什么佛教说不杀生的原因在这里啊？因为你杀了生，做鸡做鸟无了死，互你赶紧去出世。得，以前都要念这一句杀鸡呀、啊。我以前我妈妈也杀鸡呀、啊，杀鸡的时候她就念。台湾话，做鸡做鸟无了死，互你赶紧去出世。为什么要念这一句？做鸡做鸟无了死啊，让你赶快去转世。翻成国语就是做鸡做鸟无了死，让你赶快去转世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做餐馆的弟子非常多？记得你杀鱼杀生的时候，念往生咒，观想这个鱼复原，然后飞上虚空。观想你的本尊把这个鱼接到他的净土去，然后念往生咒：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，阿弥陀波比，阿弥陀悉耽波比，阿弥陀比伽蓝帝，阿弥陀比伽蓝多，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利梭哈，嗡阿贝拉吽堪扎拉梭哈。念往生咒。念文殊往生咒，以咒的力量把他们超度。因为华人在这个西方国家做餐馆的非常多，他们每天也是要杀很多的，杀生杀很多的，所以要念咒，啊，时时像我们一样啊。吃的时候也一样做供养、做超度。所以不杀生的，我们是需要这样子做，否则他们生了这个憎恨的心，将来你就是他的敌人。